这种鱼不游泳就会死，金枪鱼一旦停止游泳就会死亡。这话其实没有什么夸大的成分，至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。金枪鱼和其他大部分的鱼类不同，它们的鱼鳃几乎已经退化了，单纯靠鳃无法满足提供它们生存的氧气量，所以金枪鱼呼吸的方式是游动时张开嘴，迫使富含氧气的水流过鳃部。负浮力使得金枪鱼如果停止不动的话，就会不断的下沉，所以它们必须通过游动避免自己沉底。毕竟金枪鱼生活的范围是在海洋中上层，并不属于海底生物，这就使得金枪鱼能够提升骨骼、眼睛和大脑这些高需氧组织的温度，能够让它们更快的游泳，并且减少能量消耗，所以哪怕是在一些比较寒冷的水域中，金枪鱼也能够存活下来。